朋友们大家好啊，这个就是咱们果果苗木啊，葡萄嫁接种苗的苗木原产地啊，一个棚区啊繁育苗的数量几十万棵，然后都是嫁接种苗，南北方都可以种植，苗木质量啊一级苗、二级苗、小苗、俩芽苗都有，新品种啊，蓝宝石啊、阳光玫瑰啊、蒲之梦啊、菊生一号啊、金桂香啊、午夜美人啊，30多个品种啊，保证苗木的质量和纯度。然后呢，现在苗木啊生长的是非常的壮实啊，每天呢咱们要用人工精心的管理它，给它掐尖呐、掰叉呀、施肥呀、浇水呀等等一系列的技术操作。大家呢如果说啊想种植葡萄、想发展农业的，不知道如何选择好的优质的葡萄嫁接种苗，可以呢随时的咨询我啊，随时的咨询我。这个就是咱们果果苗木的葡萄育苗基地。